今日，郭树瑶、黄玉祥出席电影教育扎根计划，与现场百位高中生畅谈电影，向同学分享自己学生时代与电影的邂逅。两人在电影《志气》《逆光飞翔》中都获得相当好的成绩。虽然两人都是第一次拍电影，但对黄玉祥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。郭树瑶也呼吁大家，如果有电影梦，就要勇敢去追求。不管是当演员或者做幕后，都可以尝试看看。活动当天，郭树瑶穿波点裙亮相，紧夹双腿，生怕走光。